我哋今日嚟听小朋友嘅 recital， 系表演听音乐。始终之前疫情咧，即系有啲音乐会都 cancel 咗嘅。我觉得好难得，因为疫情期间 Miss Ruby 都好尽力咁帮我哋安排嘅演出嘅。開心啊，因為可以睇翻其他小朋友啦，大家互相學習啦，好開心咯、啊。係，因為終於搞得成。我覺得好緊張，亦都好期待，因為好耐未試過咁樣現場表演。可以咧，自己彈音，可以聽到人哋嘅音樂，好開心啊！我咧有啲緊張，但係我有信心可以彈得好好，因為我練咗好多琴。我覺得好興奮，因為我自己練咗好耐，因為可能之後疫情咗，我哋可能已經冇任何會。我其實有啲啲嘅。難得疫情而家好啲，咁可以參加，同埋仲可以多啲人嚟睇咯。今日好特別咧，阿 Jason 第一次咧同阿 Jason 一齊做一個二手嘅聯繫，所以我自己咧都好期待，希望佢哋有個好成績，同埋咧彈得好好啦。我就兩個女參加今次，咁咧其中有一個就做埋 MC 添，咁所以咧佢就好興奮啊！妹妹同哥哥一齊彈琴，我都好期待啊！Anna 今次咧就有同埋Janice 同埋琪琪咧就有表演一個六手聯彈嘅，咁咧佢哋都好期待，同埋係新嘗試，所以佢哋又覺得又刺激又興奮，好開心。其實屋企人都好想嚟睇嘅，咁所以表姐表妹今日都可以嚟睇咯。都期待啊！咁多年之後啊嘅表現。係緊張嘅，但係我諗可能一陣間彈緊嘅時候就冇乜嘅。我諗應該係咁。每一次都要參加，時間容許就要參加。好。超開心！嚟啊 ，good show 耶！唔該，見到佢哋進步咧，覺得嗰份感覺好感動，同埋見到佢哋一步一步咧，無論佢彈得好唔好都好，但係佢哋都學到點樣有自信啊，點樣可以表現自己啊，咁我覺得呢個進步咧係好大。小朋友有覺得佢 perform 下喺人面前 perform 下係好好嘅經驗，咁我所以覺得我哋疫情期間都可以繼續去做呢樣嘢，我覺得好難得。咁都好好喎，因為咧有個機會俾佢哋去將學到嘅表演啊，同埋呢啲臨場嘅經驗咧，係即係唔係話喺課堂學到咯，咁所以我覺得係好好啊，可以 keep 住咁樣做。都好多小朋友咧就諗起佢以前即係初初學琴嘅時候都係咁，即係個感覺好特別。我覺得咧喺呢一個過程咧，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學生喺由細細個啊，跟住慢慢睇住佢成長。在這個 recital 裡面，我可以感受一下小朋友怎樣 enjoy 他們的 performance， 演繹自己對音樂的感受。很期待可以多些音樂會，因為小朋友 COVID 其實都練多了。好多謝 Miss Ruby 的安排啦，因為都為了疫情啦，咁都要分開兩場，咁其實都是落了很多心機落去啦。多謝 Miss Ruby。